礼宾仪馆追思会场传出的不是法师诵经声，竟然是庙禅信徒的口号声。一片赞颂声中，庙禅现身上车，一旁有人下跪膜拜，还有人帮忙净空。台中市礼宾仪馆回荡着感恩师父的声音，影片被民众拍下上传脸书，引发上千网友讨论。庙禅呢？哎呀，就钱嘞呢？哎呀，从这个广场空间啊，不让其他人做事，就这样。因为跳钢特别这样子，对，就说。 也请礼仪社来，也一般人都希望他们不要靠近他们冷冰冰的广场。有民众说，往生者的追思会怎么像是庙禅膜拜大会？而负责承接告别式的礼仪社业者尊重往生者宗教信仰，不愿多谈。他今天家属办证伤势，我觉得我们在予以尊重。 这件事情对家属是一种伤害。礼仪社业者说，影片被抛上网络，对家属来说隐私被打扰，而紫衣信徒诚心膜拜告别时会场，大喊感恩师父、赞叹师父，也让追思会仿佛变成了膜拜大会。郑年香琪，台中报道。